主料，土豆两个，辅料，油15克，盐1茶匙，青椒四分之一个，猪肉20克，酱油1茶匙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土豆切丝，青椒和猪肉切丝，锅热下油烧下猪肉炒散，依次加入青椒和土豆丝，炒熟放盐和酱油等调料炒匀，装盘接口。烹饪技巧，土豆中的蛋白质比大豆还好，最接近动物蛋白。土豆还含丰富的赖氨酸和色氨酸，这是一般粮食所不可比的。土豆还是富含钾、锌、铁的食物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